娱乐转圈圈，明星快报报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陈芳宇 Kimberly 与超级偶像出身的林立豪 Albert 稳定交往一年多，之所以大放任爱的其中一个原因，是为了鼓励大家勇敢去爱，不要害怕被贴标签。小俩口越爱越大方，但格外引起讨论的是，他日前 PO 出与男友在房间的撒娇恩爱照时，粉丝反而歪楼注意到身后镜子上的大头贴合照，闪度破表。论的是他日前 PO 出与男友在房间的撒娇恩爱照时，粉丝反而歪楼注意到身后镜子上的大头贴合照，闪度破表。陈芳宇和林立豪稳定交往中，图翻摄自 Instagram like Kimberly Albert 0512。照片中可以看到陈芳宇的脸上似乎毫无脂粉，看起来更加童颜，身穿黑色运动内衣，中空剪裁大方露出刺青和纤细腰身，搭配宽松运动裤，率性又不失女人味。把手肘轻靠在林立豪肩膀上的同时，他撒娇说，2021的愿望之一，我们要整理一下房间。陈芳宇跟林立豪撒娇要一起整理房间。图翻摄自 Instagram like Kimberly， 小俩口互动让一票粉丝直呼超甜蜜。但更恩爱的是镜子上的那几张合照，除了能看到陈芳宇和林立豪贴脸入镜，还有他试吻男友脸颊，男友转过头激吻他的合照，光是隔着荧幕都能感受到两人的幸福氛围。陈芳宇镜子上粘着与林立豪一起拍的甜蜜合照，图翻摄自 Instagram like Kimberly。 过了一个多礼拜，陈芳宇更新动态笑说，没有整理房间，所以在浴室相处，晚安。只见他穿上一字领黑上衣，辣露性感相间，合身剪裁衬托出蚂蚁腰，一手放在洗手台的时候，林立豪还顺势摸了上去，站在背后的男友紧贴着他入镜，闪瞎许多粉丝。陈芳宇和林立豪转战浴室放闪，图翻摄自 Instagram like Kimberly。 这篇报告完了，顺手点个赞，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，谢谢。